moving. Danny 从十八岁开始就在网络上与世界各国爱好球鞋的人做买卖的交易，而且他球鞋的进货速度与美国可是同步上市。看看他手上这双白色鳄鱼鸭纹透明鞋底 Jordan 复刻球鞋，可是抢先在麻辣天后宫首先曝光哦。好，我要请 Danny 先写下，目前你要先看一下，你要看一下吗？这双的价格你先看完再来写，再看一下啊，不用发出任何意见。OK， 估完价再告诉我们它大概值多少钱。你再闻，没有看里面哦。你再闻一闻吗？看里面在看什么？因为这双鞋子太热卖，所以有很多假的，所以他要检查，麻烦要加上考虑一下我有穿过的因素啊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哦，就是 Jenny 哦，他总有上千双的球鞋，真的啊，上千双。然后他所有的足迹，为了买这个鞋子 ，Nike 的鞋子，他有到过日本、香港、美国、巴厘岛都有去，甚至很多电视杂志都有采访过他。哇塞！大人物来了。怎么是很低还很高？感觉有爆点哦，感觉很高哎。哦，我们节目今天做到开高走高，真的假的啦？会不会低就在你身上呢？我得后悔来这集了。没有，就跟你看人家苏秀一样，不懂啊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。好，看到这个价格3万块钱，当初你买林毅买的价格是3000，1万，那本来它的原价是3600。但是这个真的有增值吗？哎，对不起，它这个市面上价有总共有多少双，知道吗？台湾是100双，然后各国配的量都不一定。所以总共全球呢，就是只有滑板店才有，你在国外的滑板店他们才会配。那台湾因为是这两年来就是潮流跟滑板那些店分得比较清楚的时候，才开始说用这样子来配量。哦，台湾有只有100双啦，哦，我赞你都敢穿哦，滑板鞋。原价3680元限量球鞋，究竟是涨是跌呢？哦，台湾有只有100双啦，哦，我赞你都敢穿哦，滑板鞋。4万4开头。我知道了，4块。4块，但是不是10万。不可能40万啊！哎，不可能啊！4000块，400块。4000，应该4000。400块也可以，420块，400块答对了耶！啊，美金吧？吓死！400块美金 OK 吗？还 OK 啊，我穿过了。不是这个，对他穿过了，重点是他穿过，因为我每天都在 check， 就是日本、香港、美国、台湾的行情，然后。你今天如果上去 Yahoo Auction 看台湾的话，是18888左右，紧绷。哦，现在是全新的，全新的。哦，对。然后如果是在美国的话，你去 eBay 看，因为它是全球的嘛。嗯。eBay 今天大概是到800。今天哦，它行情全新到800。对，今天到800美金。那我认识的纽约或 LA、迈阿密那些黑人、白人、黄种人，他们的。玩的那个 connection 又不一样，像我认识的那个纽约的老板，他本来是在纽约一间潮流店工作，然后后来自己创业，然后就开了网站跟鞋店，那他现在 LA 也开一间，然后他们的 connection 就是卖给艺人，像艺人，对，像那种Justin Timberlake 或者是像那种 Britney Spears 的老公，他们的店的客人有这一种的，所以他们的行情就是他们一双9000块美金都可以卖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因为这个产业其实它已经跟跳脱这么乱啊，它已经跳脱就是运动产业，它已经算是发展的一部分。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你只有400块钱？你是因为他穿。